重口味，魔兽霍华德疯狂示爱180斤女超模，这身板别有韵味。在很多人心中，超级模特肯定是身材纤细、长相精致的样子。例如，凯尔特人内线霍福德的妻子艾米莉亚维加，她拥有精致的面庞和性感火辣的身材，曾当选为环球小姐。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超模就是个例外，她的体重达到了180斤，是某知名泳装品牌的代言模特，她就是阿什利·格雷姆。她曾经魔兽霍华德疯狂示爱，因此被球迷们熟知。或许霍华德受到前队友哈登影响，他曾经向阿什利·格雷姆疯狂示爱。在霍华德眼中，阿什利·格雷姆前凸后翘，结实耐用，简直是完美身材，该翘的地方翘，该收的地方收，这副韵味十足的身材令魔兽沉醉。阿什利·格雷姆在 INS 开直播的时候，当时还在 NBA 老鹰队效力时的霍华德就曾在镜头面前向阿什利示爱，阿什利，我爱你，我想舔你的屏幕。不过令人很遗憾，阿什利·格雷姆对霍华德不感兴趣，直接回答 No way。霍华德私生活很乱，这是不争是事实。霍华德虽然没有结婚，但是已经有了5个私生子，孩子8个妈。或许霍华德真的声名远扬，阿什利·格雷厄姆不愿意成为下一个孩子的妈。